空屋伤害无所不在，养肺妙招大公开。第一个穴道呢，就是我们的合谷穴，大拇指哈，跟我们第二个食指的中间哈，这一块食指的这个骨叫做第二个掌骨，第二个掌骨的中间这个肌肉摸起来有点突突的这个地方哈，这就是我们的合谷穴。清冠方又是什么呢？它的药物呢，组成的比较单纯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黄芩、柴胡，然后连翘后破、藿香，它也可以做预防，然后它也可以在轻度的患者，其实也可以搭配做服用，就是它的比例。